收看今天的维尼时光，我是维尼。今天呢，很高兴邀请了一个特别来宾 Tina。Hello。那我们这次要开的是角落生物的环保扭蛋，那它是第二代。那之前它出了上后面的四款的，就是第一代，然后这次出了第二代，是这下面的四款。然后之前很多人都一直在问说为什么没有出恐龙，然后他这次第二代就出了恐龙的这个角色，然后他是一样是直立式的，然后他其他的三款就改出趴着的样子，那我们就开给大家看吧。那伊娜你想开哪一个？那我最先开的是白白哦。好，没出来的。好，然后第一款是就是白白，就是白北极熊，然后上面有是粉圆，然后咖啡色的是超会大的黑糖粉圆，然后这个粉红色就是普通的粉圆，然后就是它跟这就是这几个都一样是粉圆。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蛋质，它就是一样四款，然后应该是300日元这样子。嗯，那可以开第二个了。然后第二款是炸猪排跟炸虾，有没有炸虾？这边你喜欢炸虾是吗？对啊，看人家都不喜欢吃尾巴，可是我最喜欢的就尾巴，因为香香脆脆的啊。是哦，好，了解。那接下来开，开猫咪，猫咪。第三个是猫咪跟小灰尘。我觉得这小灰尘超可爱的，就是它居然有两只，我本来以为就只有一只，很像汤圆哎，很像汤圆，人家是灰尘哦，好想吃哦，有没有很像汤圆的？对，大家冬至应该快到了吧？有吗？有像吗？有没有很像哦？好，放上去。好，然后最后一个是大家众所期待的恐龙，然后最后一个是。恐龙跟蜗牛，它就是这样子啊，它飞下去了。对啊，没有超可爱的。所以你喜欢哪一个？我最喜欢汤圆，好啦，它就是灰尘。有没有超可爱的哈？超想吃的哎！哎呦，如果还是软的，就是可以捏下去。好，然后它这款扭蛋最特别的就是它可以叠起来，就比如说这个先留下，然后这个跟这个就可以这样子叠起来，有没有？嗯，超可爱的啊！然后那个这个也可以叠的，好，这里看，超可爱的哈、哦！那可不可以再叠第三层？可以，试试看，小心哦。欸、可以叠得起来，很好。对，然后这个叠在这好了。啊，好可怕！你要叠吗？好。OK。可以。超可爱的耶。对。很好，超可爱。大家最喜欢哪一个耶？可以留言告诉我们。Tina会看留言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会一一回复你们。然后就是因为圣诞节快到了嘛，然后就想说来布置一个圣诞节的场景，然后就是还特别选了圣诞树的布放在下面，然后还有买了那个就是在大创买的灯，看不到了。对啊，有没有很有圣诞节的气氛？祝大家 Merry Christmas！ 好，圣诞节快乐。对，那
如果有想看什么其他的开箱，或者是想看更多 Tina 出现在影片里面的话，可以留言告诉我们。那今天就先这样子，如果喜欢的话呢，请记得订阅维尼时光，或者是给我们一个赞哦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